豆干、甜不辣、牛肉串，简单四样摊车烧烤，你觉得要多少钱？60几块或80几块吧。80吧。对不起，全答错了。有网友在 PTT 版上po出照片，说自己在夜市选了香菇豆干、牛肉串和甜不辣，四样串烧居然要价240元，让网友吓得直呼：这样真的不算贵吗？很贵，还蛮夸张的。就下次不要再买。还要什么？走一趟知名观光夜市，烧烤摊车上的价位一目了然。香菇6片串一串30元，豆干4片，甜不辣也有3片，均一价15元。加上腌制过的40元牛肉串，总共也才100元，真的是很贵。我们去居酒屋吃也没有这么贵，就是明价买卖这样就对了。小宝官呼吁民众买摊车商品前，最好先看业者到底有没有标价，如果售价不清楚，购买前也可以先询问店家。要是真的觉得受骗上当，可以向在地夜市的自治会或是小宝单位投诉。虽然买到天价摊烧的网友并没有实际透露到底是在哪，但四样就要240元的售价，已经先让网友们引发热烈话题。记者郑仁中、麦凯婷台北采访报道。